當然啦，即係初選就其實唔係第一次搞，不過今次咧就喺國安法之後第一次搞，再加埋今次咧就經歷過舊年十一月底區議會個選舉，建制派嚴重失利之後咧，泛民主派有一個講法就係希望衝擊35個位呢個咁嘅目標啊嘛，咁所以喺呢次嘅情況底下有國安法啦，又事實上成個政治氣氛對建制派唔係好有利啦。咁喺呢個時候搞初選啦，咁啊初選目的就係協調民主派，令到佢哋有機會爭取更多議席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自然特區政府或者北京當局咧都用盡一啲方法嚟打壓。過往咧佢哋都唔係好同意有初選呢樣嘢噶啦。不過咧就不至於好似今次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似乎真係用盡所有方式嚟否定你，甚至打壓你。咁一路以嚟幾張喉舌報章口誅筆伐。都未騰停過啦，幾個月嚟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喺即係進行初選之前，即係進行咗好多即係威嚇性嘅做法啦。我哋民意研究所咧，其實就唔係一個主辦者，我哋只係一個接受委託去進行嗰個所謂操作程序操作。我哋一個建立一個平台，我哋講咗好多次，我哋呢個平台咧，我哋係歡迎任何人用嘅。建制派如果搞初選，我哋一定一樣會幫佢搞。政府要搞民意調查，我哋一樣會同佢搞。個問題就話，只要有一個合適嘅議題，又係受到委託，我哋又做到嘅話，我就希望喺呢個過程裏面有啲貢獻。咁所以當即係以往我哋都試過喺搞呢啲民間投票嗰陣時咧，試過俾一啲國家級嘅黑客攻擊，即係呢個第一次、第二次我哋嘅民意即係初選啦，或者特首嘅民間選舉咧，都有過呢啲事。但係今次咧就更加過分啦！喺之前除咗話威嚇幾位即係負責協調嘅，包括咗歐樂軒啊、戴耀廷啊佢哋之外啦，咁咧就甚至即係對我哋都即係採取咗一啲比較極端嘅手段，譬如話突然間即係有個黑客出嚟又翻我哋一啲舊嘅資料啊，又話我哋俾人暴露咗萬幾個警察嘅資料啊，但係實際上我哋查佢都冇啲資料喺手我哋。跟住咧喺選舉前嘅一日，真係前一日啊！突然間有九個警察衝上我哋黃竹坑中心，咁咧就聲言要攞走曬我哋啲電腦去查。好彩我哋啲律師團隊亦都即刻嚟咗，咁咧就睇住啦。咁啊，佢亦都事實上即係查唔出啲咩嘢，咁最後咧先至妥協，冇攞走我哋啲電腦，但係抄走咗啲資料。咁呢個行動啊，相當之冇意義嘅，我覺得。即係第一，即係佢如果攞走曬我啲電腦，意圖就好清楚嘅，就想癱瘓我哋啫嘛。他在前夕上來擺到明就是想拿一些即涉及初選的一些資料嘛，但是我們也很幸運，我們一早已經做了一些防備，我們初選的操作呢就擺了另一個電腦系統，就不在我們辦公室的，所以他們就什麼都查不到，最多就只是拿了一些票站的那些巴曲，所以我們當晚就立刻再做過咯、啊、其實就相當之離譜了已經。事前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又話呢個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2條、20條同埋29條啦嚇，咁跟住就即係警察就上嚟啦，跟住之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又出呢個公告啦。阿林鄭月娥就話辦初選可能會違反呢個國安法啦，即係我覺得種種嘅做法咧，確實令到人心都反感嘅。但係客觀事實就係、是、呢次係咁多次我哋搞咁多次呢個民間投票以嚟啦。最多人參與的一次，而且這次呢是沒什麼水分的，可以告訴大家、過往我們教辦的民間投票呢，最多人出來在票站投票那次都是7萬多人，加上網上 用手機來投票，試過有70多萬人，但是手機投票就比較容易去即是有些水分在那裡嘛，是吧？但是今次呢是60多萬人，除了2萬人，除了2萬人用紙之外，另外那59萬多是去到票站拿個身份證出來，寫低了資料，即是填低了資料，給了幾個不同的資料，讓我們核對不會重複，然後才投票的。所以其實這次60多萬人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比原本預計是17萬高了3.5倍，亦都是即是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的數字的1/3。咁呢個數字相當之有提示作用嘅，我覺得。而且嗰個選舉結果出嚟咧，亦都好多人話出乎意料之外，因為咧今次就喺最終嗰個入到呢個佢哋協調嘅名單裏邊可以出線嘅，就即係所謂爭分天下啦。佢哋話
但實際上你如果留意啲選票嘅分佈嘅話咧，好清楚嘅。今次一啲所謂即係本土派或者抗爭意識比較強嗰啲政治人物同政治組織啦，係今次攞到過半嘅票數嘅。咁呢個一個我認為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香港人對民主訴求嘅一個反式轉移。我喺11號、12號投票嗰兩日，我其實亦都去到唔同票站做啲觀察。看到的結果呢亦都不是好像某些民主派政黨所講，因為是初選，所以就很多那些比較激進啊，比較即本土意識比較強的後生者出來投票，所以就對那些本土派抗爭派有利一點樣。這個講法事實上不是事實，我就照我當日多兩日觀察，事實上去到投票站我見到的就是男女老幼，有老有嫩，什麼都有，還有很多都是很普通的香港人來的，不是那些很躁動啊很激進的人來的，這個第一點。第二咧，我同佢哋個別咧傾個偈，我發覺有點好同以往好大分別，就係今次有好多甚至係上咗年紀嘅即係市民咧，佢哋都願意投票俾啲年輕嘅抗爭意識比較強嘅人試一試。咁我覺得呢個轉變咧，好可能就係喺國安法用咁嘅方式制定同落實之後咧，引致咗香港市民整體嚟講咧有一種較強、更加願意去。透過自己的行為去支持一些即立場鮮明的人，我覺得如果北京當局以為制定條國安法就可以壓服你啲人、嚇驚你啲人嘅話，我相信呢次亦都係好明顯，透過呢次選舉咧，係睇到一個明顯嘅錯誤。你而家只係將更加多嘅人擁向呢個政權嘅對立面，連過往嗰啲比較我哋所謂淺黃啊。甚至淺藍嗰啲啦，喺國安法底下咧，都實際上調整咗睇法，而且佢哋已經唔再寄望，即係開始慢慢過往佢哋比較多人支持一啲所謂主流民主派，即係嗰啲所謂又傾又傾又講啊嚇温和民主派，更加多人就轉移去咗投票一啲所謂對抗性較強嘅年輕人身上面。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只係反映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只係幾個禮拜。咁你見到咧，就係香港人就已經用呢種方式表達咗對國安法嘅一啲睇法同觀感啦。咁所以我覺得咁樣落去，你仲以為嗰條國安法可以解決咩問題？我覺得只會製造更多問題，亦都令到北京喺香港嘅施政，或者北京對港政策啦，以後更加難去處理。你而家係咪你話佢會違反國安法20條、22條、29條？你咪拉曬佢？60萬人喎、啊、嚇、啊，當然。事後就係、是、即係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又出個聲明，又話查緊啦。林鄭月娥又話你哋犯法啦。咁跟住咧就確實負責呢件事嘅三位人士裏邊，其中有兩位，一個歐樂軒，一個就係趙家賢。佢哋咧就先後都話退出，即係35+或者退出以後嘅所以民主派協調工作。咁但係我覺得。件事就真的已經發生了，亦都睇到啦，已經即係你可以嚇走一兩個，即係可能有個人的考慮種種因素，令到佢即係以後玩一段時間裏面，佢暫時不理呢件事。但是即係香港人的意見就已經表達了，香港人意向看得清楚。呢啲意見咧，唔係一兩個人退出了就可以否定的，咁呢個都是即係我希望北京或者希望港府要面對呢個現實。如果仲係以為透過打壓，透過喐啲話你犯法，好輕率、好草率咁隨便話你可能犯法，呢個唔係法治精神，呢個只會令香港人更加堅決同呢個政權對著幹，未必出嚟示威遊行都可能唔得，但係任何機會佢就會即係表達佢哋嘅睇法。咁我覺得如果呢個邏輯係確立嘅話咧，咁你做更加多嘢都冇用嘅喎，即係可能立法會選舉，你只要有得選，只要個選舉係公正嘅。你就好難迴避即係嗰個結果，而且呢啲咁嘅做法，或者啲咁嘅選舉，或者啲咁嘅遊行，或者示威，或者各種民意調查咧，亦都會擺上去公眾嘅平台，亦都會俾全世界睇到。唔係話你啲官員講一兩句即係不著邊際嘅説話，甚至毫無廉恥咁講一啲冇人信嘅假話就可以否定到咯。所以我覺得今次嘅選舉咧，其實如果你大家係用個比較理性啲角度去睇嘅話咧，係好值得各界參考嘅，特別係值得北京同埋特區政府參考。